好了好了，我不追究栽赃的事情了。但是乔乔，你老实说，到底又闯了什么祸啊？嘿，我就知道小虾大人大量福大命大。不过小妹才疏学浅，看不懂袋底的油腻腻的宝图是什么东西。有劳小虾检视物品说明，看能否瞧出个什么端倪。反正没有用，那就还给武当了，搞不好可以换几顿饭吃。不成，辛辛苦苦偷出来的，还有这么多人追，可见一定是个重要的东西。要是一个银牙贼连这是什么都弄不清楚，我还有脸去见一百所师傅吗？要是乔小愿意将以前各种巧立名目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挂在我脑袋上的非法债权一笔勾销，我就同意尊师重道的想法。不然熊大填饱肚子避免追杀的提案比较务实。你好，就这样先一笔勾销。没办法，两票对一票，有的青山在，以后帮忙的机会还很多。好，一笔勾销。公子，这里是哪里？不知道。别瞧我这装又华丽，打生平我也头一遭见。这位轮到我讲话。各位师长有所不知，这里就是天下闻名的九秀山庄。九秀山庄有什么特别的吗？说到这个，就该听听五羊镖局少主我的发言。五羊镖局家有广阔，多少都能耳闻这些江湖风声。想到我爹打通绿林道路，靠的不是一对肉掌，而是假仁说义、一诺千金的武林品格。闭嘴，那是熊伯伯的本事，而且与九秀山庄无关。九秀山庄为天下数一数二的富豪，慕容世家所有。自从江湖大哥大黑蜘蛛，大哥大黑蜘蛛与慕容家九姑娘结婚后，就于此定居了。现在是武林名士交流汇聚的地方哦。算时辰，追兵可能又快来了。对对对，我们快堵路山中，堵他的十天半个月的，无量果子早没，自然会无功而返的。什么低能儿？锦帝，等最佳避难处，为了生命着想，说谎要叫姑娘让路。那小姐惠子兰心，双目澄澈，加上这一身未来棉缎衬托着窈窕身躯。想必是追求者众吧。好机会。什么朋友？丢下我一个自己走。停步。不要进来。谢个屁啊！比不上他，人家比不上他。怎么了？我也要进去看。你不能进去。这么说来，诸位是为了避祸而入的。是你。说来说去，都是你没有把门锁好，个性懦弱，也要个谱。要不是我有本钱，不怕人家看，你把好人家女儿给人家看了，还嫁得出去吗？顾仁玉叔叔就是为了矫正你这种性格，才送到我身边学学世家的风范。哦，原来顾小仙是顾仁玉的女儿吗？看我爹也是称得上武林大哥大。你俩也是慕容家族九千金中最闪亮的明珠，身为儿女的要替爹娘争点颜面，总是要有点斤两。像我跟娘学琴棋书画，也跟爹学的轻功本事。好了，就是有人也是世家名门，说文不能文，武功也是那点底子，可惜胆小如鼠。我看顾家以后是看绿哦。你说这种话就是世家风范的表现吗？我们要选哪一个？
花木小二，顾姑娘这是一直被你压着，所以才会变成这样。本小姐生气了，你好大胆！这辈子都有低声下气的男人很多，敢这样骂我的，倒是头一个。这位公子有点不一样。我知道了，你们说来避祸只是一个理由，其实各位对我也慕名已久。由于百闻不如一见，没想到天底下真有人积极实践，甘愿冒着生命危险，也要瞧瞧本姑娘晶莹剔透的玉体一眼。我该吃早餐了。虎的智慧不能理解人类。可恶，我没看到，这是便宜的小虾。没错，的确接受姑娘招待，看到好东西，所以 我已经说过了谢谢了。但是避祸之事属实，女孩子骄傲的个性不改，实在不会让人感兴趣的，何况是慕名呢？你不行，你要给人家负责。哟，不懂，那巧巧先生指点迷津。这时代的人啊，用眼睛污了女孩子的清白，是要负责任的。哈？被抢先一步了？哈？哈？诺狐狸？你跟江小孩在一起7年，你竟然没有给他看过？怎么办？人家不知道要不要制造机会给公子看。媳妇姑娘的好意有心领啊，江湖走熟，配不上枝头凤凰。小虾不要，请黑姑娘嫁给我好了。假如怕我不负责，就拖了那我多看几眼，这样我要负很重很重的责任，跑也跑不掉。娶黑媳妇为妻，等于九舅山庄家财万贯，等于吃不完的东西，真是精打细算啊。熊大爷好猪个，我以后不理你了。来人，把名望不灵的总未婚夫一干人等全部送入冰窖中反省。早令，别退别退，咱们有脚自己走。你不懂我的好，蠢汉。打娘胎出来，我还没看过这么无理取闹、自恋兼恶霸的女孩子。又啦，你好福气，你今天算长了见识。饿死了，我仿佛看到进贡的低油烤羊羔，要不是冰块滑手，是不是上帝，我早就破门而出了。才关心哪一个时辰不到，又开始幻想，谁叫你猪哥，这也是缓着帮你。又想霸王破。公子不要生气，姑娘家脾气闹过了就放我们出去的。熊公子也不要灰心，等我出了冰窖，我将弄好味的给你吃。那五姑娘你人真好。哼，巧巧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们这些不长进的家伙，看到这寒冷的环境，还有火焰供在台子上，你们不觉得新奇吗？与其坐着困愁城，不如当做一场冒险，向深处进发吧。好，笑是浓音律吗？古人说闻声如见人，有这段音乐，可知弹奏之人宛如下联：娇艳中不失灵气，柔润声光，百步闻香，令人不得不想亲近一番。你说是吗？小黑心肝，你死相！哪里，人家少侠还是懂的。现在这种年轻人已经不多见了。来，我传你们一首训你的心法。
提高速度，在战斗中取得优势。了解了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什么？我等到一两是不是？一两。按住 Ctrl， 然后一直按空白键。这样刷有用吗？哎、欸，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冷？一冷只打哆嗦，这阴气生生的，不是寒气。我是妖气，嗯，的确有点冷。我这有件羽毛衣，想要穿。那湖不冷，希望姐姐可以帮忙着火，请姐姐穿吧。谢谢妹子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哦。嗯，我想想。嗯，第三张还是可以加了。好，选巧巧。那整个冰架周边，这里还是没有值得吗？哎呀，对不起，小的无知走错了，这个告退。哪里有值得？新鲜的人了，暖水，然后你的味道。熊大，你脑袋也装包子馅，看起来我们是妖物的餐点。公子，屠龙刀，他有屠龙刀，好痛哦！五行水，哦，这边靠熊霸了哈。跟音有一样吗？啊，熊爸不用穿衣服啦，熊爸穿什么衣服？出来，这次应该真的不好打。来呢，血缘冰魄。大哥，我不甘心，你要替我活过来呀！他有大哥。哎，小弟，我收到了。啊，那大哥是摩加罗，滚回去！你这是猪头怪！娇娇，你怎么可以见到朋友为难的拔腿就跑？好啊，你有义气为何要跟着我跑？你去跟小虾更患难啊！去啊！人家干雅贼这么多年，今天告诉我，直觉是保命的阳方。我直觉告诉我，现在的小虾很危险，你就很害怕，真的很害怕。不怕不怕，熊大会保护你。公子，火狐之女，难道你还不能了解我的心意？怒火，这几年来，何必为我做这么多呢？
魔家罗隐害人不浅，不要拖累雄霸和巧巧。怒虎，我们走吧。小虾好大怪力，幸运幸运！巧巧姑娘，我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天塌下来都好朋友出头顶着。我不行了，力不如人，我该回镖局重新锻炼身体。哟，我这喜揭发神秘事物很冒险，这么一样的姑娘为何要递血给小虾？要是弄不清楚来龙去脉，我可睡不着觉。还有武当的狗爪子，给靠小虾挡下。熊大怎么在这里节骨眼打溃堂鼓？不成不成，朋友有难不能同当，一声错连入棺材都洗不掉，你可不能给五羊镖局丢脸啊！可是小虾发飙的时候，我怕顶不住，不能保护你。人家听得好感动，但是江湖上讲的只是一个义字。你不想想看，小虾可能吃的什么神仙姐姐做的仙钻，才有这种怪力爆发的能力？难道熊大不想当天下第一壮男吗？神仙姐姐仙钻，天下第一壮男，好啊！真单纯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凤儿，你说。啊，为父明了了。慕容家的冰窟冰窖是专门用来关丈夫的，后辈的事情后辈自己解决，都退下了。你要走了吗？嗯，没有别的话要说。文丑，难道给你白看了？多了两天，你给我留下，人家才有机会好好表现自己。复仇在身，待查。我也觉得有可能是晚熊哎。这个死男人，难道对我一点眷恋都没有？我从来没有这样敢气我，如婢女，我好恨。我要怎么发泄这股恨意？有了，现在还没把我的好处，死心塌地爱上我。没错，这时候在家狠狠抛弃，那颗一千次脑袋求我也不理他。带我走，你条件这么好，何必来死缠着公子？小姐金枝玉叶，不适合过餐风露宿的苦生活，我们不大方便。小女子是他什么人？敢来坏我的好大事？世家子弟终有一天要跑江湖历练历练，不能天天窝在象牙塔中自满。而且让我加入至少两大好处哦，快说有什么好处？一者有钱有东西吃，好棒棒！身为者父母，自我者媳妇，这种伙伴不加入，岂不可惜？知道媳妇最棒，孺子可教也。熊大智能兼犬呢，可能肉包子巡抚。还有什么好处？我升华家父所传轻功绝学，只要以我为排头，腾上要下，如履平地。世间至宝都藏于高远之处，没有我是拿不到的。好耶好耶，我的搜索能力加上喜欢姑娘的轻功绝学，世间至宝进入口袋。只有完美两字可以形容，这种伙伴不加入岂不可惜？知道喜欢完美，孺子可教也。巧巧见钱眼开，对神奇宝物毫无抵抗力。你们醒醒啊，不能这样被收买了。看看屋顶上头的宝箱，有我娘的琴谱《九阳天路曲》。一定能在战斗中给予各位绝大的助力。姑娘既有有意改变自满的坏习惯，跟着我们出去见见世面也是好的。公子，你真是宽宏大量。江霞，从今而起，你已经是一只脚踏上本姑娘不好的爱情龙王。